三亚镇沙黑，今天呢，终于期盼已久的下雨终于来了，终于下雨了。说好像全国都在下雨，但是福州这边没下雨，好像感觉我已经感觉晴了一个月，连续的高温，终于在今天这个下雨有所缓解。今天呢，工地也没有活干，然后在家里做了一份牛排意面，奢侈一把。哇，看看这个牛排吧，这么大一块。还有意面，这意面煮了很久，可以搭配点老干妈，左手拿叉，右手刀，高端上流。这个10块钱一份，10块钱一块肉，嗯，肉还是挺嫩的，然后呢一股全是老干妈的味道。哎呀，这什么叉子嘛，还是直接拿起来这样子吃的舒服吗？这个是不是牛肉已经不重要了，反正它应该算应该是肉吧。还可以，这里还有排骨汤，排骨汤喝完还有饭，嗯，排骨汤喝完还有饭还有菜，他喝完了叫我啊，嗯，这意面是甜的，那蘑菇那个酱的原因吧。然后这边是慢慢炖的一碗排骨汤，玉米冬瓜排骨汤。想到了，这个意面非常硬啊，我煮了整整10分钟，是一个大冬瓜，嗯，还有肉排骨，太棒。这面条太硬了，很难嚼。这种是那种糯包谷，不是那种甜包谷。就你们喜欢吃糯包谷还是甜包谷？就是我的话比较喜欢吃那种甜的，但是糯的也挺好吃的，好像两个都挺好吃的，都是不同口味，但是各有特色。但是有的玉米老了就很难吃了。
这叉子没筷子好用啊，筷子的话直接从这里捅进去，因为有的时候刚拿出来很烫很烫，但是又想吃，就直接捅进去。OK， 还没吃饱，真的就可能才一半饱吧，就五分饱，进去再吃点饭，还慢慢还炒了一个山药炒木耳，还煮了干饭的，进去就慢慢吃慢慢喝了。然后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可能这个雨要下好几天的，不过天气终于凉快了一点。